哇，身为广东人呢，好吃的白切鸡我是肯定吃过的，但是有一家店我在半年前朋友带我去吃过，我到现在都还在想念那个味道。今天呢，跟着我的朋友一块儿，带着大家一起去尝一尝。造他牛杂乳鸽店，那吃什么那就你来安排了不？两个蒸饭，两粒白切鸡。我说实话，我就喜欢吃这种 C 级的店。我的乖乖，这家店其实主卖是云吞的，但是白切鸡却意外的好吃啊！带我尝一下他们的云吞。一人半粒，好吧？啊，我以为这两粒都是我的。一人半粒啊！广东人的饭前啊，先喝口汤。鲜不鲜？我靠，巨鲜！还有一小碗云吞，训练完就等上这一口了。我靠！我靠！入口即化，直接脱的。他们说白切鸡处理好的是肉是熟了，但是骨头还是红的，是真的很下饭。鸡处理的特别嫩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姜蓉酱，去，真的，谁说广东人不能吃辣？家里这个更香，说实话，你可以加一点。这就是广东辣王嘛，就纯吃一口米饭，再加个云吞。很香，这个辣椒，我靠，看这辣椒，不有点辣，这辣椒不辣，就是有点热，一点也不辣，再来一点吧。别，这家店有点奇怪啊，那门牌挂的是牛杂乳鸽店，然后里边是卖云吞的，结果白切鸡最好吃。你不能说是有点搞笑，说明他做啥都好吃。要多一碗米饭，感谢。米饭也特别好吃，粒粒分明，云吞双飞。这个云吞没有白切鸡好吃。哇！有我两家都吃过。你是广东的吗？广东人也喜欢吃这种味道哦。那肯定是广东人的。我是觉得外省的人也喜欢吃。直接全部给我下去。嗯。我还想再来一只乳鸽尝一尝呢。寻思这招牌挂的是乳鸽，尝一尝他们家的乳鸽怎么样呢？爽，